丢这个食物，丢这个食物，对。然后刚才那首歌很难听，不用特别讲这个吗？vlog 拍一下，就是明道毕业跑，拍一下，拍一下他。我怕伤我手。他们两个，我们要别的，原本这里要别一个徽章，我没有别。我真的很怕它掉下来哎、欸。我先拿。可是我已经别了一只脚了，没关系，我先拿掉。是我的好朋友杨一婷，我美女毕业生，我们要一起毕业。我美女毕业生，我不是美女的朋友毕业生。耶、yeah. 欸！你好心机哦，还带这个。对啊。你就是精致女，跟我不一样。那、他们现在在演哦？怎么现在在演？没有，是那个吧？要表演毕业歌表演、欸。我现在觉得我戴毕业帽好好看，可以拍照吗？为什么你可以戴那么稳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头刚好。姐妹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帽子是很完美，我刚才卡好了，我卡好了，一直讲。你这样是不合格的帽子，你戴它后面。屁啦，好看就好啦，好看就好了，很好看。好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一起吧。我已经在拍了，我们两个应该一起吧。你先跳一个 solo。哎，很尴尬哎。那你换我拍，那我换你。我有运气，哎，我有运气，我跳得好吗？还不错，耶、yeah! ！那换我，那换我，我可以直接跳。我们两个是一样的。不是，真的很尴尬，不要了。我们现在拍完一轮了，然后这位是我的婢女何妍。我的那个帽穗一直掉到旁边，我都 care。哎、欸，我都 care。突然冒出一个小美女，就是好我就站在这边，然后有人要找我，就可以直接找我，然后我自己不找人。我快要中暑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坐在地上比较凉。我快要中暑了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就在等杨一婷小姐跟她拍完独照之后，我就要回去了。我已经跟杨一婷拍完独照呢。欸、我发现我的妆还是好好的、欸，化浓一点就是有好处，就是化浓。可是我刘海已经毁掉了，你看。怎么办？呼！毕业快乐！毕业快乐！嗨！哈拉大陆的朋友们，我不是。哈拉大陆的朋友们。对，我要剪一支 vlog， 你们来订阅。我以后会去大陆。你要来找我玩吗？我要去捞帅哥。去大陆捞帅哥，弟弟们姐姐来啦！个毕业典礼，我们来看看。今天有一位粉丝私信我说，明道中学他们是毕业典礼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少帅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帅哥来了？弟弟们姐姐来啦！要把那个钱。拿，快点找啊！哎、欸，找、欸、那个可以吧？那个可以吧？那个，那个跑。不要抱歉，同学要拍照。哎、欸欸，那个抱歉，你有时间吗？哎、他不是帅哥，对不起，他不是帅哥，他不是帅哥。找一位真帅哥。哎、欸，你有胆就问别人，不要问我们班的。我们班怎么在拍照？我们拍吧。什么？没有人了。因为我的要连过来，我点拍下没有。我们明道有帅哥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能找到一个帅哥？那个我佩服。是帅哥吗？
哪里？看一下那个是帅哥吗？他有时候长得也不帅哥，看一下。还吃没有好不好？戴口罩的看不出。好吧。这个特级崩坏了。不然来找。那个是帅哥吗？你看那边是帅哥吗？请问是哪一位？周婷啊，找何伯超。来，同学，那个同学，我们可以拍一张吗？我们是那个小，不要你太丑了。我们是那个配同海棠，配同海棠。我手被割到了。我们是配同海棠的，我们可以拍一张。好啊，我手被割到。可以了。好，情侣。我已经开始录。三二，你不要这样，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啊，好搞笑！地板都脏了。哈哈。妈妈。那个不是那个。好搞笑。情侣日常，记录一下小情侣日常，这是我没有的生活，无法想象。你看，请问母胎单身，你自己想，就是高一的时候对爱情多么的向往，然后现在只能看着别人幸福的样子。没关系，我自己一个人还过得很好，因为欧美彤是我的好朋友。对，我有你就好了，我有你就够了。来，欧美彤献给我吧，欧美彤献给我吧。欧佩彤献给我，好，献花，献给我的花，谢谢欧佩彤。结果你拿的花也是人家男朋友送的，那要怎样借花献佛、啊？笑死！拍一下他们，拍一下大家，我拍一下我的同学。是，你们怎么拿花？花很好看。这是陈梦琪，这是梁雨，这是梁雨，这边是一群男同学，这是谢晨，好来。谢谢你在拍 vlog， 我在拍 vlog， 我要记录 我每个同学的样子。好，我记住我的。好，超好看。打个招呼吗？这是 vlog。哇！来拍。现在是秀艳姐在讲话，来，请说几句。我喜欢秀艳姐，因为她一直线上上课。那还走？同样的，在未来的人生旅程里，我们会碰到欠拍一下。由人消极怠惰，还是化危机？毕业快乐！现在颁奖吧，反正没有我们三个的份。没有，我也没有奖，没有奖。这个是学业特优，就是。没有，这是一张卡。这你是什么市长奖？市长奖。市长奖。三。现在没人看到。等一下你开起立啊。等一下什么奖？等一下是。超幸运哎！其实我觉得我超幸运，没有，因为我一直迟到。我们班好像没有超幸运。是我。我也好想。请问你的奖呢？最班级最佳全能奖。好，颁给你一班花奖。送一杯饮料。不是搬花奖，因为我搬花搬得最快。狗屁，笑死我得了。终于轮到我们学渣的 party， 至少有毕业证。是啊，还是我？不是啊，他是播影片，不是我。这一张还是这一张？我觉得这张比较。这张。我觉得这张哎。哇！恭喜！蓝牙。优秀毕业生市长奖。蓝牙一瓶。蓝牙耳机。蓝牙耳机对我来说有用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什么？感觉还。一般吧，感觉被拆过。哎，不要这样。哎呦，
哟。谁超红的？超红。AirPods Pro。哎，你这个拿出来超帅。AirPods Pro。AirPods Pro Max。还发光，还发光。人不怎么样，智商也不怎么样的区域，所以觉得很无聊，没有奖可以领，所以在这玩手机。我有奖啊，我是厕所小达人，因为我少了一个学年。没有，其实他每次中午的时候都没有去扫扫厕所，然后跟我一起去红道上厕所。我去完红道之后还是会去扫厕所。他会倒垃圾，没有，我还陪他去倒垃圾。对对对，没有，其实你是倒垃圾小达人。很酷哎，台中生活标志，给你的特写。客制化。我要是这个另外的价钱。陈佩凡超好，陈佩凡超好，这是我们班的优等生。我在拍陈佩凡，我的那是我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为什么传我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妹她有帮我上课啊。超好笑。然后她就看你的头像，她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头像好可爱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哦，他是我朋友。”她说：“我天，我好喜欢他。”然后他刚就跟我谈了。我你想跟他结婚了？我真的也叫我妹。哎，嫁给他，他超有钱。嫁给他，房地产有房地产，超。现在妹妹都很喜欢我了。没有，陈妍很美，也很喜欢我。我没有放这个，这是我剪的。好，结束了。我们等一下应该是要看无人机表演。我们这边就结束，拜拜。高中生活结束。卡。中午。一般一般排的吗？我现在拍也按左手。哎，我可以去你们后面吗？可以。我们现在等无人机表演。你可以去。还是你二选？啊，你完美，这个位置完美，简直就是你的位置。好，你去坐。我多请多请啊。OK， 我们开始倒数。开始了。十。九。你怎么还没转过去啊？八。转过去，面向操场。到底在哪里？七。快点啊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按一下那个拍照，按一下。想念见面女
拜拜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你也认识不痛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了。我安慰的话已说尽。还有海底捞，还有6月22号，还有机会。在我去大陆前的机会。台北见，台北见，台北好，拜拜，不要围观。